比赛目前来到七局上半，这一球打到了在左半边偏中间方向左外手许志伟，一上来，哎呦，就有生意了。非常非常精彩。其实也真的很不好接的。其实哈，最难接是第一个是直线在你后面，第二个是在你要后退接。那如果相对来讲，前进当然是比较容易的。对。这球许志伟呢边后退，眼角余光呢也瞄到这个球的一个方向。也是很高难度。是。采取一个低手接球了，抱在怀里，还是把这个球呢顺利给接杀。接到这个有点接近虎口的位置，是真的有点惊险。